咱们先不回去，去金明池看水灯吧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，你这两样都占了，得寸进尺，不准。 这就是远之则愿了吗？好像有桂花香。哪有什么桂花呀？你这个人啊，平时没有眼力，这鼻子还挺尖的。 墙上偷来的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准你得寸进尺。什么事？那个鹌鹑不准给别人。笑什么？走吧。